好，台南的周先生。周先生你好，你好，请讲。书这边说投送等于投菜，那投菜蔡英文有什么不好？他不会骗人啊，他蔡英文直接投菜就好了。到各县市能认真的倾听人民的声音，去了解各县市的人民需要什么啊？而宋楚瑜他。他能敢表明他是正蓝间主张终极统一，而你马英九你敢不敢呢、啊嗯、你老爸的不讨安啊，明明贴那个终极统一的遗嘱，而你马英九要不要实现呢？不要遇到了选举到这个广告啊，那个广告文宣啊，处都是国旗啦，台湾啊，什么台湾加油站啊，我看到我就想要吐啦，啊，成年人来台湾啊，也不敢拿出国旗啦，不敢宣称是总统啊，而明明是香港出生的，为了选举也说是他是柯嘉伦啊，如果你是柯嘉伦的，你是怎样打压那个大埔的阿嬷，那欺负台湾的农民呢？那换南京说是马英九是温良恭俭啊，我看是点点吃三碗公啊，那梦想家那富邦，你敢唔讲得清楚？好，多谢你。好，多谢你，好，周显信。好。